的场景给大家。现在来给大家走到我们这个排水口的最上端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情景。看这个情景，是开了有五个出水口，再过了三天左右会进行排沙。我们来到下面这个场景，这边都是在冲这个泥雨的人很多。看一下这个房子，这个水冲上去以后，刚刮过来这边，很多人在这边冲泥雨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特别的壮观这边。快点了，快点了！哎呀，你还不要赶，赶紧爬爬爬爬爬爬上去！你要看这个泰山来哇，那泰山哇，你要撑到底看嘛？那去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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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晓得，叔叔。松下哦。
到桥上来，通往对面的城山。
我都打他喽。一个茶叶，一下子3000吨茶叶，又耕作一晚上。